吧，跟业余差距很大，因为他的就是基本功已经非常好了，所以说做一些接球动作也是很 easy 的，就是他的运球啊，专业的就是跟业余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跟他一块儿同场竞技，感觉特别亲切。他身体也好，但是他并不是说只靠身体，然后运球啊各方面，我觉得从他身上能学到的东西特别特别多。怪伦现在在亚洲现在算是顶级后卫了，然后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然后在一起训练什么，确实是他很刻苦，我觉得有付出就有回报吧。一个篮球人吧，对篮球的一种执着，我们水平可能是差一些，但是他想把他会的或者说他知道的传达给我们，教给我们。篮球嘛，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影响的，跟他一无论是一队还是队播，我觉得这次机会是非常珍惜的。他是一个就特别正能量的人吧，从训练非常刻苦，然后为人也非常低调，然后也非常随和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明星的架子，所以我觉得他身上就很多这种赋予他自己的标点符号，我觉得就是 Jordan Brand 签约他的理由吧。草根又如何？真的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，就是说你心有多大，这个世界就有多大。